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正話聽到陳偉業議員講而家香港嘅官吏啦，即係不敢以下犯上，我就記起一句古話，就叫做見大人則妙之。嗱，既然間曾俊華咧就不停係用網志嚟攻擊我啦，佢當然冇點名啦，係人都明啦，係咪？咁我當然要答佢啦。而老實講，佢發表網誌係佢職責嘅一部分，我哋要監察佢喺網誌上面講嘅嘢。既然家係江湖滾熱辣、新鮮嘅，咁就食餐新鮮嘢啦。冇謂講，請你説明你而家係就邊一個修正案要發言？刪除佢嘅薪酬，我有份嘅，即係呢個曾俊華。嗱，佢就叫我回頭是岸。咁佢就講啊，佢講咩呢？我引述佢嗰篇嘢全部都係錯嘅。咁回頭是岸講咩呢？就話哦，上週三呢就開會近32小時，其中呢有啲唔係議員發言嘅，有45次點算合共花掉咗7小時，嚴重影響會議進度。我想請教主席，乜點人數係唔容許嘅咩度？即係主席，你可唔可以答答我呢？係咪點人數係一個議員唔應該有嘅職責呢？而議員唔喺呢一個會議室嗰度開會係佢應該有嘅職責呢？一個議員見到唔夠議員開會，話俾主席聽，係令到主席有呢、這個即係睇到個事實狀況，有乜錯呢？咁佢點解要喺第一段大張旗鼓咁講？唔敢講啦。唔敢講，點解有啲議員唔開會？黃國興咁而家又玩緊嘢啦，又篤緊個電話啦，係咪？冇計㗎，個個都係咁樣，第一個就錯。喂，大佬，堂堂呢個財政司司長，如果有人喺國喺呢個海外睇到呢個網誌，佢覺得喂，原來香港嗰個議事堂點人數係罪，係一個罪行嚟㗎，係一個不盡責嘅表現啊！唔開會嗰啲飲奶茶嗰啲反而係盡責，所以佢丟盡香港人嘅架。一開頭回頭是岸嗰個第一段呢已經係講緊假話，而且係令到香港蒙羞。咁跟住呢佢就話要向嗰啲喺度捱嗰啲鐘聲嘅議員致敬。唔該你啦，曾俊華，佢哋冇糧出㗎。吓致咩敬呀？係致敬都向呢個八九民運啲犧牲嘅學生致敬啦，致敬呢一樣嘢唔係呢個咩聽啊？江湖有講歌前歌後三分點，巧言令色鮮矣人。一個司長無端端走去讚人，又係冇品德，係咪？巧言令色鮮矣人。嗱，跟住咧，佢就講啦，就話我拉布。嗱，我就答咗佢嘅，不過咧。好多傳媒都唔出，我今日咧就喺度正式答佢一次。嗱，各位睇住，呢個就係我答佢嘅。小人妄度君子福，夏蟲喜色傲雪梅，長者難捱無米炊，司長笑答有肉味。有四個典故，佢唔明啊，翻書仔睇法國電影喎，真係嘥時間。以小人之福度君子之心就係正解嚟嘅，不過我哋。嗌慣咗就即係調轉咗啦。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當然即係習用唔緊要。即係話曾主呢、這個唔係曾主席，曾司長佢咁嘅氣量、咁嘅學識，去猜測我長毛呢一個普通人點得啊？因為佢唔係普通人，一個雲端嚟噶嘛。其實佢就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夏蟲喜色傲雪梅。咁呢個當然係即係莊子秋水篇嗰度啦，係咪？個即係夏蟲。不可於言兵，即係話，你都未見過啲嘢，同你講啲兵嘥時間，係咪？當然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井蛙不可以與於海，就即係講話井蛙之見就係咁嚟嘅。嗱，即係老實講，愛國愛港嘅，我哋呢啲全部係用國粹嚟講嘅，唔係話哎呀，我睇法國電影啊，嘥時間啦、啊，係咪？我哋講國粹，好啦，一個夏天出。好似曾司長喺出面飲緊咖啡㗎，我知道佢唔入嚟啫嘛。我為咗即係向佢哋致敬，今日唔夾呢次唔 call。嗱，
啊，佢有集嚟啦。嗱，夏松岂能夠同佢講兵啊？仲有一樣嘢喎，其實我講緊我自己嘅喎。黃安石裏面用詠梅嘅講法就係話：長國數枝梅，寧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唯有暗香來。我哋而家俾呢啲班人啊，好似雪咁樣冚落嚟啊，風冚啊，但係人聞到噶嘛？啲市民聞到。點解呢個長毛點解年年都要講全民退休保障呢？係咪冇佢會死呢？好多長者琴日見到佢，阿毛話你唔好做啊！我見到你好辛苦，我冇我嘅事啫嘛。一陣間你整到有腳跛咗企喺度，費事啦。嗱，呢就叫遙知不是雪，唯有暗香。佢邊度識聞啫？因為佢去得官場多，就好似呢一個狗在鮑魚之肆，不聞其臭。佢點會聞到我陣香味啊？長者捱餓無難捱無米炊，師長笑大又眉，這個就好容易啦。這個就是這個晉書為帝紀裏面的，是不是？喂，人家說喂，那些老百姓沒有食物，那個晉惠帝那個人很蠢的嘛，他是性如外，這個就是真正的性如外。不知道他喂為什麼不吃肉味啊？喂，人家說五百億夠長者，他就說2200億做未來基金，人家說緊下一年的長者死了冇得享受呢一個全民退休保障，佢話十幾年之後長者太多，起唔到大白象，我要留定2200億，而且仲喺每一年嘅盈餘裏面撥一部分落去，呢、這個仲唔係盡為底？仲唔係盡為底？何不食肉味啊？老人家，你唔死得咧，成日經過嗰條乜乜乜大橋啊，乜乜乜坐高鐵啊，2蚊好巴閉啊！我哋冇嗰啲會死啊！你冇飯食，咪去探下地鐵咯，滑餅充飢得噶嘛？喂，老實講，咁嘅説話都講得出口。我用咗四個點，你諷刺佢，佢識唔識啊？梗係唔識啦，咩師咁啊？多謝都唔識講。嗱，咁我而家減佢人工，主席，咁啊好多得啊袁秋啊，袁秋喺咪度今日又唔喺度啦，費事 call 啦，係。嗱，我就加俾佢嘅。嗱，呢個袁秋就買咗只狗，買咗狗餅俾我。佢就俾叫我食，我食咗。大丈夫能屈能伸有乜問題啫？何足道哉？但係對於司長咁咧，佢唔會食噶嘛。嗱，如果加佢人工咧就咁啊，俾狗餅佢，切實唔使減人工嘅，其實切實咁塞落去食狗餅得噶啦，係咪啊？你話俾老人家聽，無米之炊食肉味，你食狗餅咪得咯，狗餅平啲咪減人工咯。是咪啊？嗱，我建議減個人工就係、是、我係有人道嘅，我哋唔會人道毀滅一隻嘢嘅。咁佢食狗餅唔得咯，減啲人工係咪啊？換下腸胃係咪？呢、這個就係曾俊華啦。嗱，佢用咖啡餸，我琴日試過用咖啡餸，幾好食嘅。咖啡餸狗餅，狗飯胃狀元，我為你好嘅咋，醒下啦。嗱，主席，我書歸正傳。正是曾俊華，我在第一節的時候呢，很久以前講過呢，就數他靠曾蔭權的提攜，即是他兒兄的提攜啦，就逆步逆吹就做了這個財政司司長在2007年啦。喂，正是估錯啊 ,08-09 年估錯了89億 ,09-10 年估錯了658億10-11年估錯1003億，即係精益求精啊！跟住11-12年估錯咗822億，12-13年682億，今年就好啲啦。今年估咗169億，主席，我攞係500億。只要曾俊華估錯咗之後，當估錯咗跌咗落地下，就一口應承到我啦。喺2010至11年。他估錯了1003億，當日他失職到怎樣啊？估錯之後，我派給你，我派下去所有10000銀，我好像加到12000啦，因為通貨膨脹，派曬落你嗰個強積金户口度，你65歲攞啦。當時點啊？我哋自會同佢反台啊嘛，保守派都走去同佢講，咪改咯。只要佢有嗰一日嘅，即係嗰一次2010至2011嘅。
心腸，唔好話菩薩心腸，只要肯認錯，就已經即時可以將嗰個全民退休保障嘅基金兩次啊，哥，夠兩次老人家，咩人嚟㗎呢個？每一次都估錯，去飲咖啡，去睇戲，仲有啊，估錯咗。而家連糖都唔派，就話哦，我整未來基金，就算第日有盈餘，我都會撥落去未來基金。喂，特首喺個施政嘅喺呢個競選綱領話明係要喺適當嘅時候去儲蓄養老基金。今年嘅特首登基第二年啦，過咗五分之二啦。咁如果而家唔係適當嘅時候去儲養老基金，幾時？佢諗住佢做到十年咩？咁所以，在公在私，曾俊華都應該執行特首嘅政綱，或者特首唔記得咗，講得太多大話。你話喂，你講過嘅喎，養老基金喎，你係就叫我俾個錢兜，佢唔係，佢特首嗰個基金佢唔去諗，唔去提醒特首，唔去提醒特首找數，有得特首走數，縱容奸惡。喂，如果佢係將2200亿裏面500亿，即係留返1700亿去做佢嗰個爛鬼大白象基金，已經搞掂啦。佢有冇揾過我傾啊？佢有冇好似我關心佢咁關心我啊？或者我啲選民啊，或者啲老人家法國電影？喂，佢今日仲有口言無恥到叫我回頭是岸，識唔識解啊？回頭是岸，識唔識個典故啊？佢唔識，叫佢嗰個爛鬼政治助理幫佢寫好啲文，連中文都唔識寫。我讀一段，引述一段，相同的情況，去年已經發生過，啲咩中文嚟㗎？係咪英文譯過去㗎？呢啲咁嘅爛中文。喺中間夾硬加個標點符號，又扮有嗰啲乜嘢英文嘅語法，已經發生過。咩叫已經發生過啫？直翻嚟噶，喂，要錢噶，寫一份中文個英文咁。主席，這個曾俊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在回頭是岸之前的一篇文，一起實現普選。老實講，這些就叫做歪嘴和尚念經，激正正經經都被念歪了。他的講法真的好笑到不堪。他一定要實現普選呢，他講來講去就說，哦，如果香港沒有普選是不行的，因為沒有普選呢唔係做金融中心唔得嘅，咁佢又跟住北風一轉又話喂，大家一齊去實現普選。咁而家我哋講咗嘛，公民提名係最起碼㗎嘛，佢能唔能夠答先？唔答就哎呀，喂喂喂，搞掂佢。喂，唔識就唔好講啦，係咪啊？唔識就唔好講啦，係咪？我曾代表香港參與世貿談判，我引述，真係笑到碌地啊！世貿的貿易談判比我們的政治拉腳更為複雜。世貿的談判必須所有成員達成一致共識，只要一個反對，協議就要拉倒，並非少數服從多數。喂，我哋今日喺度講緊一個經國際世開呢一個香港嘅老人家未來不至於呢一個基貧嘅制度，當然係要大家同意啦。而家我咪叫大家同意咯。是咪啊？我叫大家同意嘛，你唔同意咪講你同意囉。而老實講，如果你話用世貿嘅談判嘅國與國之間嘅爭奪去形容香港個咁嘅所謂先進嘅呢個都會係唔合適㗎啦。係咪啊？我哋有咩利益嘅衝突啊？有啊。因為我哋係幾百萬人千二人揀個特首統治嘛，呢個先係問題嘛。
係咪啊？同佢講嘅嘢就係一樣一模一樣啦，係咪？我哋梗係唔係世貿呢度？所以主席鬧佢，唉，下次啊，下次啊，唉。梁光議員，梁光議員，議員係唔應該將食物帶入會議廳嘅，請你將你嗰盒餅收翻嚟。梁光議員，如果我冇睇錯，你剛才係食緊嘅。范國威議員，主席，我想要求點算人數。